亲紧走过他身旁，一缕惊着醒了梦中人羡煞，此生唯有你紧握波澜，原地里走马观花，流浪在阑珊世界去天涯。我宠你一生不管年轮，刻下几道弯，任凭江山如画，辗转流连往返，只有你留下刹那。你在那金色夜雨傍晚相遇一场，岁月散尽浮华，别空空牵挂，岁月散尽浮华，谁空空有些人嫌自己不够女人啊。啊，我一个女人，哪里会喝酒？我不是女的吗？连自己喜欢的男人都够不住，也算女人？别在那胡说八道，我喜欢谁啊？也是，两个男人都贴着你，是不知道该怎么选。他们哪儿贴着我了？他哪有？连这个你都没看出来？你就做你的女汉子吧。那我应该怎么样？把我放出去，我就教你。你想得美，做女汉子有什么不好啊？你不就是会勾引男人吗？龙王把你放这儿做人质，就是为了抓你老大，不然早就把你杀了。那你就看看他舍不舍得吧。姑娘，小姐，好汉，找我啊！姐也是从年轻过来的，女人的心思我懂。婶儿，姐，你有事儿啊？女人主要就是举止和修养，从内而外，从外表上升到心灵之美，交给姐吧，错不了。没找到大人图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线索总会有的。
再说了，你不是神探吗？干嘛还要问我？这时候知道我是神探了。行，那我去查吧。明天就要走了，跟他们打个招呼。哎，大哥，哎，喜欢吃这个吗？吃这个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嗯。来来来，喝。嗨。哎呀！你怎么喘成这样了？怎么了？老大姐真美。是吗？老大，你太美了。不行了，不要笑了。你早上去见干净衣，何必要去做那些剑呢？把羽毛留给鹅不好吗？我早知道你这么美啊，还要什么天下第一武器大颜独眼，你就是第一武器吗？你好骚啊。别碰我。不是开个玩笑吗？我先笑他，要不你打我吧，打得我笑不出来。啊，刚刚我说你美是真心的。那是我说的。都一样。没事儿，我不应该这样，对不起。大家不是刚刚挺开心的吗？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女侠，我之前路过一个铁匠铺，挑了一个小礼物，我觉得你应该喜欢。你的钱包，我找到了。啊！他那个其实是……谢谢你啊。其实，这不是你的那个，啊，是我新买的。你今天真挺好看的，谢谢。出来了，出，好，踢得好，还是咱们老大厉害。好，老大。女侠威武，女侠威武，英姿飒爽，英姿飒爽。嗯，飒爽。
真的吗？我就说嘛，听我的，没有错。明天我们就要先告辞了。嗯，要不是现在就走，明天我得先把我妹和我爹安葬了。离开风波镇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希望可以活着回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找的人，找的东西很危险，但是我必须要去。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多保重。这是我爹。啊！别把我摸。爹。那李铎的墓里是谁？这种东西，thank you.
稀了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得多贵重啊！但还是毁了吧。这东西要是落到冯宝手上，打开了百纳苏，那就糟了。如果我不能，天下第一武器在我手里。哎，动手啊！你想啊，冯宝可是以前的天下第一，一个干净衣都那么难对付了，更不用说冯宝了。只要我拿到了大烟涂鸦，我就能亲手杀了他。我们杀跟朝廷杀有什么区别？朝廷如果能杀他，早就杀了。他们蛰伏了那么久，只要有了大烟涂鸦，才能够引蛇出洞，才能够击败他们。你爹不是万福长杀的吗？你不想报仇吗？我当然想报仇了，但实力他不允许啊。我也没想让你做什么。算我一个，我爹也是万夫长杀的。带上我吧。可是我们这一去凶多吉少。反正我是要死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是冯宝安排在施展身边的，想必你们都知道。我们从来都没有把您当成过冯宝的人，您放心吧。你们不杀我，金龙伞也会杀我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一剂药，药丸内藏着细如金丝的小虫，每隔一个月我就服解药压制，要不然小虫就在体内化蛹，由内而外破洞而出。他们万夫长也服这种药，冯宝也是借这个控制别人的。施展死了，我对冯宝便没有用，他怎么可能再赐我解药？我和施展虽然是被迫在一起的，但日久生情，他的死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好，我们同去便是。等一下，我想不到。你说。我想不到怎么称呼你。叫二娘啊，怂蛋。二娘好。二娘，给我出来！我们万夫长
刚跟你打招呼呢，刚才是通臂猿濮阳。卷翅蝶西凉，轻功怎么样啊？别问，鹤顶红绫鞍，带你飘飘欲仙。说有人找我，冯宝，你送命来了。这位贤弟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取我性命？万夫长统领冯宝曾遇此先帝险些成功，如今你寻找大燕图雅，开启百纳苏，难道就不是为了东山再起，血洗皇城，杀更多的无辜百姓吗？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逆贼叛乱还需要什么理由？刀剑上你伤不了风暴，用这个。把握时机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你从来这儿就没打算回去吧？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风暴，找到大阴图雅，开启百纳锁，然后杀了他，保护百姓。我就知道你在利用我，说明你有利用价值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行了，自从遇见你啊，配章的钱我没赚到，我爹也没找着，现在我的性命要搭起来。我劝你，不关你的事，不要插手，这是我个人恩怨。朝廷之事，百姓之事，就是我龙妖之事。多谢各位帮我找到了大阴图雅，留下他，我可以放你们走。废话太多。
两立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这柄人踪灭下的冤魂是以百万计，相比之下，你的人粹班门弄斧罢了。自比安福山，你配吗？呀！冯大人，杀我还是救他？石敬瑶，杀了他，让我和他同归于尽，杀了他。房子我给你修，酒我给你带了。我把龙阳的墓修好了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我知道你心里内疚，但那不是你的错。换成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这么选择。石敬瑶，为了天下百姓，杀了他。天下人需要你啊。
死人的仇没有活人的命重要，对吧？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？我说的是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走出去。说的是走出悲伤。这一杯敬龙妖。你怎么认识的？我叫赵山河，来自京城。不过我不是来抓你的。龙妖他年轻气盛，当他做出来风波阵的决定时，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。我替他赢了。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我来这里有件大事要做，而你要负责保护我的周全。我是个废物，谁保护不了？新的，你的钱包我找到了。其实这不是你的那个，是我新买的。说什么呢？你锦衣卫，你想死啊？都是什么事？你们锦衣卫审犯人挺温柔的。公事公办啊。这就是公事公办。放开我。明天我们就要先告辞了，希望可以活着回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找的人，找的东西很危险。这辈子我照着你。
笑谈黑色的墨，白纸一张，一段恩怨说几场，天有明光，地上暗淡，游来游去，少年轻狂，敞开胸膛，寻找真实答案。